加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、违背事实，我们对此坚决反对。前不久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鲜明提出，中方践行全球安全倡议，倡导建立开放、包容、透明、平等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，为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。反观加方，频繁派军机赴中国当面抵近侦察，不远万里随美舰穿航台湾海峡炫耀武力，到底谁是世界和平的正能量，谁是全球安全的破坏者？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敦促加方端正对华认知，在涉华问题上谨言慎行，多做些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。